走啊，是你哦、喔。你们大老板在不在？伊无在呢，带东东去学校啊呢。好，我等他。走啊，走啊，走！咱大人老母来呢，即马在厝的。妈，你是宝娟。我听海清说你脸被烧坏了，烧得很严重吗？海清说想把这房子卖了去治你那烧坏的脸，可是他说你一直都不肯，为什么呢？这女孩子最重要的就是漂亮，这漂亮呢就代表了青春，你知道吗？我要滴，还是唔滴？是要滴，也是唔滴？这句话，也是我一直想要问你。你是囡仔阿爸，你要滴，也唔滴？这是一个囡仔的命。阿健，请你原谅我。我是感觉足见笑的，我明明知影讲，我伫咧出家吃菜，搁做这款的代志。嫌我讲实在，自从甲你发生关系了，我修行的决心、甲意志，完全拢散了了。我人伫个涂骹跪，心肝伫咧想。你拍到这个囡仔，我会负起完全的责任。你要爱我安怎？你出来讲。阿婆，等下出来，我要跟你重新开始，我要做你娘家的媳妇，安尼咱的囝后摆才有将来，好无？闲乱啦，阿奶咪到门下口，是唔敢入去收？无啦，阿婶无啊，我都想要倒来看阮阿娘，阿都时间袂赴。哎呦，看恁阿娘都偌济时间，我嘛真久无看到阮阿奶。来来，我坐你去两边。阮阿爸伫个，我唔敢。是安怎啦？恁阿爸遐尼听哩，敢会甲你怕心？我即摆吼听阿姊仔伫咧讲，讲恁阿爸即摆甲伊带做转因家吼，
哦，你家起来两个感情愈来愈好，阿姊哦真欢喜，甲你切切着哦。拄只哦，三叔母家偌大只嘞，去妈祖庆遐哦，求妈祖保保庇，讲快明年哦，有得生一个孙当抱哦。阿新婆，我要来走，我还阁去鱼市场，家己来偷卖鱼啊。阿婶嘛，感谢客啦。是啊，伊转来到门口，我唔敢入来。哎呦，我是叫伊讲，若无代志，尽量莫转来。我唔是叫伊袂用咧转来哦，阿庆哦，伊说中雨阁兼闹事。无啊，我问你咧，你即摆是倒一条筋咧关着啊？硬甲阿庆啊压转去阿来因兜。哎呦，阿庆啊，都娶家的新妇咧，啊无转去敢袂用诶？啥诶啊？阿婆过收用啊是哦？伊是听人讲用啊为甚？哎呦，金光，哎呦，哦，分诶，哎呦。我著叫你莫出来，你出来要创啥诶？花金菇生囝，生囝哦。花金菇袂生囝啦。会啦，花金菇会生囝。是只哦，阿婆一个互你抱。咱一世人莫想要搁抱孙啊啦。阿婆，阿婆生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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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东东啊，你猜谁来啦？谁？你妈妈回来了。妈妈回来啦！东东，妈妈，东东，妈妈，妈好想你哦。嗯，乖。妈妈，你不要跟宝宝吵架了嘛，好不好？妈，你把东东带楼上去。我跟宝剑有事情要谈。好，东东啊，爸爸，你不可以打妈妈哦！你要是打妈妈，我就不喜欢你了。怎么会呢？爸爸怎么会打妈妈呢？东东乖，跟奶奶到楼上去玩啊。东东啊，来跟奶奶到楼上去好不好？啊。我知道，你不是为了我才再回到这个家。你不但人跑了，你的心也跑了，我清楚得很。你回来是为了东东。你要看东东，我不反对。可是如果你想要把他带走的话，我绝不答应。至于你要不要接受我出钱为你做整形手术，我不勉强你。你要也好，不要也罢。我这个人虽然是作恶多端，一无是处，可是有一点你是知道的，我绝不会愧对我老妈。我当初之所以会追随邢天远，就是因为邢天远肯出钱给我老妈看病。后来我跟着邢天远干下了很多犯法的勾当，也是因为老妈一再的告诉我，替邢天远干事儿，一定要尽心尽力，要怀着感恩之心。总之，我做的所有事情，都希望能够让我老妈开心。我老妈现在最开心的事，就是能够跟她孙子在一起玩。我要是告诉你老妈一句话，我相信她听了之后，就不会再喜欢东东了。
你要跟他说什么话？我要告诉他，东东不是他的孙子。你混账东西！你百般的讨好他，你还是没有办法让他放弃修行啊，还是没有办法让他脱下袈裟还俗跟你在一起啊。你赖也赖了，求也求了，哭也哭了，最后你对他没辙了，你竟然要拿我儿子来骗他，去讨好他。我告诉你，要是敢在我老妈面前说这句谎言，我就会拿出贤丁的教我的杀手锏，你都宰了你。你如果不信，你现在就可以去试试看。爹，哎呦，我这个等的模样你洗澡去了？我这个吹床听来病呀。你病怎了？嗯，好生来检查看嘛，到底是有啊无啊？哎呦，那边哪会有啦？我来问阿杰啦，看甲阿庆啊，安怎无？伊都讲无安怎，要来有啦？哎呦！咩来讲无啦？你昨无注意哦、喔，阿天啊，暗头啊，开夜摕一罐就想要吐呢。12点外，我爬起来吐。哎呦，我是查某人，我上了解啦。阿天一定有心呢。有心一个假抓啦，迄边倒有可能啦。我咧看哦，你想孙想啊，头壳歹去啦。你哦、喔，头壳真是歹去啊！难唔成哦？你再去注意看卖咧。阿庆是食歹巴肚哟。阿庆，哎，阿庆有要紧吗？阿杰啦，啊，今个谈了，我别谈，那我别谈。嗯，你吃饭，你吃饭。阿庆啊，那是假不讲，是不是有心啊？讲啊，有心啊，对不对？真好，真好！你看，你看，你听讲我吼乌白开钱，带阿杰来叫医生看，迄钱也是白开。有事啊啦，有事啊啦！阿杰，嗯，阿杰，哦，阿杰，杰杰，杰，你说杰杰。天啊！我跟你讲哦，按即马开始，咱厝的初冬工课你唔通做哦，啊？好好踮咧厝的哦，做你的小奶奶，知无？按明仔载开始哦，阿母逐工摕只鸡甲你补，好？来，紧食，紧食。嘿，今日两爿叫是安怎啦？啊，电梯是才是安怎啦？哎呦，你要做老爸嘞，就较欢喜，啊，一个嘴咧叫爹爹。嗯，啊你啦，你做阿公啊啦，就较欢喜的啦。哪有啥通欢喜啦？阿基啊，莫想着，哎，你老心就知影。母老心，什么代志母老心啊？心酸的笑，我每摆来跟你讲的代志，你拢无咧给我信啊！一摆，我要问你，到底不同来，伊那是咱阿家来，还是阿婆来的？好啊，免问啊啦，假无闲的啦，当然是阿婆来啊！你看阿婆一摆，讲啥物出家吃菜，结果就倒转来厝里待啊久啦，啊，这用脚头想的嘛，知是谁的啦？要不阿谦卡袂着，就吵要跟咱阿家来离婚，要叫阿婆啊！你是谁？来啊！哎，阿伯来啊！哎哎，借钱看的呢，我话停了就你嘛。我知你用钱看的，无甘要抢的是哦。
心情歹，让我啉一杯是死哦，啊？是安怎心情歹？是去让恁某给你陪着呀？不是，去让恁阿公聊着。等下，你甲我讲个清楚，阮阿庆阿遐故意的人也会甲你聊着。故意打你无偷啉啦。免那么加讲话啦，看是安怎讲啦。这代志讲出来哦，真歹听啦，所以我硬心啊，走来遮啉一杯硬心酒。啊，讲的才啉啦。把伊搞拖平啊！到底阿庆是安怎啦？你爱听？好，你咪讲输了，你皮胖的。恁阿庆啊有心啊，也唔过咧，唔是阮阿吉来的，阮阿吉来是戆家，哈，看到查某囡仔面着红，互人就起卡弄的人。所以恁阿庆啊，巴肚内迄个人啊，绝对唔是阮阿吉来的。安尼你听了有爽无？啊？这个代志哦，也不用怪阿庆啊，怪阮阿杰啦吼，无法度，袂香咧。啊，恁阿杰有拍什么怎样？阮阿杰啊，即摆伫厝里靠阿姐啊无聊。伊本来欢喜讲，因囝娶一个好新妇，是为到因新妇啊。好，卖阁讲，我嘛是阮阿婆气甲要死去。啊？互因结婚洞房一个月，讲阿庆啊阁在世，娶到改嫁互恁。我也不在想，我知啦，这代志你唔免阁解释啦。想袂到啦，啊，这回是倒转来吼，我两个是笑拍电啦。这代志我也了解，总共是阮阿吉也无路用，啊，唔只放阿庆，你也伫咧独守空房，手望春风。也无看秀亭的冷风对面吹。好啊，卖搁唱啊！到底恁阿姊啊，即卖是要拍算怎样啦？这我嘛唔知。阿来啊，我想要拜托你。那我代志个发生了，就是青米煮食饭啊啦，吼！啊，你是一家之主咧，啊，佫是阿庆的大官咧，带领咱过去的征婚。啊，这件代志你甲说好圆满，好无？无效啦！我这个副长是挂名的啦，阿杰啦、甲阿庆的代志啊，伊都无法互我插。我唔得走来遮啉一下烧酒，唱一下《望春风》。要不安尼啦，咱让阿庆啊，迄个囡仔哦，平平安安甲生出来，因为阿婆知影已经唔对啊，啊，伊这回出去哦，永远袂阁倒转来啊。啊，囡仔只老公要娶个，甲恁团后代做恁的子孙，安尼好无？你讲的代志，我会接受，但是阮查别会接受未接受，我唔知啊。我咧看，这代志也是你直接去甲伊讲。我去甲伊讲是会用的啦，但是你，阿庆啊，啊你来看行李回来。阿庆啊，是不是恁大家把你赶出来？无法度啦，恁老母较好咧，有你靠查别哦，足无理解，干来挂别人，无检讨家己啊。阿庆，回来就好啊，你安心甲住囝仔厝诶，人讲天公疼好人啊。知影我阿孙阿弟爱一个孙啦，阿来啊，明仔载来去办离婚手续。阿庆阿生的囡仔，我也要爱。